农村俗语，老狗不死家。这些有灵性的老狗，年老体衰，即将死亡之前，都会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家，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在农村有养过狗的小伙伴都会发现，狗在临死之前都会做出非常奇怪的举动。首先会去看一遍自己的家庭成员，然后会离家出走，在自己经常出没的地方走上一遍，最终才会心满意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离开。其实这是老狗为自己家庭做出的最后贡献。狗是由狼演变过来的动物，这种群居动物天生就会为自己家庭成员着想。这些老狗为什么要拖着疲惫的身体长途跋涉去找一个安静僻静的地方，远离自己家庭的地方？因为这些老狗害怕自己留下来的尸体腐烂之后会引发细菌传播，甚至引来其他的捕食者伤害自己的狗主人。这些老狗天生就想保护自己的家人，所以他们在死亡之前做出最后的贡献，就是独自远离自己家庭，安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